入行27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得金钟奖。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动，然后我要先谢谢宇宙一直在窥探我的脑袋，每次都看我在想什么。然后当时想说我想做配乐，然后他就连接我跟许玉婷导演，让导演让我有机会为不够善良的我们写歌合作配乐。谢谢，谢谢宇宙。戏剧类节目原创歌曲奖得奖的是芬兰距离蔡健雅，不够善良的我们，恭喜天雅姐。非常贴近戏剧的歌曲，即便在路上听到音乐也会想起简庆芬和瑞芝与瑞贝卡的画面，歌词贴合角色之间的关系，诠释简庆芬与瑞贝卡不同观点下对和瑞芝无法达到的内心距离。好不可思议，非常不可思议。谢谢金钟奖，谢谢评审。入行27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得金钟奖。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动，然后我要先谢谢宇宙一直在窥探我的脑袋，每次都看我在想什么。然后当时想说我想做配乐，然后他就连接我跟许玉婷导演，让导演让我有机会为不够善良的我们写歌合作配乐。谢谢，谢谢宇宙。芬兰距离这首歌是在疫情的末端写的，所以其实它意义更深，除了是我为何瑞芝写给简庆芬的情书，其实它也代表了他写的是人与人之间，因为为了要保护自己，而自己建立了距离，就像我们在疫情期间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得这个奖，我是祝福大家，终于我们可以打开胸怀，好好的去爱，还有去被爱。然后最后我想说，我真的刚才跟那个阿翔有说，其实我们出道很久，写歌其实灵感越来越少，但我还有很多灵感，所以导演们，如果我们有机会，我们来一起来合作。好，我快说完了，然后谢谢爱我的所有家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粉丝，还有善良的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，谢谢。